何を言っているか分かりませんね。芝居から人々の風習が見れる。共済人は性格が強い。少佐、軍部に報告する期限はとっくに過ぎています。だったら何だというのだ。クビにするならとっととすればいい。晴れて戦闘部隊に戻れる。なんで遠回りして道館まで来たのですか。中国のことわざでも言うだろう、敵を知り己を知れば百戦危うからずとな。私の考えではこの道館は半年後には我々の手の中にあるはずだ。近いうちここで軍事史上最も壮絶な戦いが行われるだろう。まあ我々が先に来てここを満喫するというのもまた面白いじゃないか。どうだ、城に行くか。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道館のロージャーモンはこの西北で一番有名らしい。旅に行こうじゃないか。はい。しかしすごい木だな。何歳ぐらいだ。わかりません。300歳か、もっとか。你好，我司外院长的勤务兵，我找杜小姐。学长，你去叫一下杜公。你说外营长的勤务兵叫他呢，这儿等会儿啊。哎，你们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方振东呢？啊，营长没事，我们也是刚从西安回来，他要来接你。那走。他就是那么一个人，想要干啥事儿，谁也拦不住他。当初我就猜到，他想那么去做。我拦了，那专员不同意，我就是怕他出点啥事儿，才想跟过河的。该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咋也劝不住。一见到鬼子，他人就疯了，谁都拉不回来。鬼子用刺刀刺他，他身中两枪才投降。别说了，你不怪我吧？这事你打算咋跟你爹说？还有放粮，咋说得清楚？他们只知道他过了河，咋又回来了？还扯着汉奸！
你又带着他过河去出剑，这咋解释得清楚啊？那就实话实说，我爹那我去说，房娘那儿。 你咋出来了？啊，咱进屋说吧，走。啊，咋？今天这是咋了？又没什么事儿，你怎么回来了？啊，我想跟您说说振东的事儿。有振东消息啊？哎，啊，他现在咋样？我听说带着人过了河，还把你表弟也带上，你舅舅天天来上门问。振东死了。 你说啥？再说一遍。振东死了。咋回事？你咋知道的？他带过去的十几个人都没了，这其中。 本地人吧，是，我们是东莞过来做生意的，想去西安，听说你的肉这么好吃，就顺道过来了。那你们是来对地方了，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我家小店的肉夹馍的。行了行了，你就看看大道那伙去吧。哎，跟你说多少回了，老是收不利索，就这点事儿。你们先吃着啊，我那还忙呢。嗯，你忙吧。 今日からすでに中国人相手にしてたからな。正直日本を忘れそうだよ。よし、行こう。はい。ハラハラを流だ流だしよう。流だ。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マンボだ。 方娘的脾气，要是知道振东没了，他肯定不能活。这事儿这么大，想瞒也瞒不住的。就算你不说，你爹他们也会说的。总不能全潼关的人都知道了，就瞒着方娘一个人吧。 方姨。
どうだ、藤本君。こんなの見たことないだろう。中国の山は大体こんな感じだ。おお、絶景かな、絶景かな。見たまえ。これが中国の墓場だ。こんな山の切り立ったところに平地を死者に与えている。これは死者に対する尊敬の意味だ。しかし、こんなのは土地の無駄遣いですよ。よし、見に行こう。はい。巡逻的士兵抓住了要过河的振东。我一问才知道，他闯了那么大的祸。但是振东一直闹着要过河，说是要为兄弟们报仇。我扣着他没放，可是又怕我舅和刀客们知道。最后，还是蓝云想了个辙，振东也确实在潼关待不下去了，就想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把他送过去。快往后说。本来我第二天就要带他走了，可是西安那边来了电话，说他又涉及一个案子。他卷案子？振东头一次过河的时候捎带过去一个人，这人是个汉奸，还夹带着我们的军事情报。因为只有振东知道那个汉奸在河那边的具体的落脚点，所以我们带他过河锄奸，但是碰上了日本人，振东就动手了，发生了枪战。日本人杀了没有？杀死了。才杀一个？场面很乱，肯定不止一个。是我让他去的。他慌慌张张的带兄弟们过河，那么多兄弟们死了，这就是他的错，他该承担，该去报仇。只要他死在为兄弟们报仇的路上，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那非要接我去祁同寨，总得容我点时间吧。那操持一个家那么容易呢？我在这住了40年了，就是收拾东西也得等一会儿呢，是吧？我答应你们还不成吗？你让弟兄们快都起来！那我留几个兄弟，帮您一块收拾吧。别给我添乱了。 盆盆罐罐、针头线脑的是你们男人收拾得了的？要不让麦香给你们弄点吃的，让大家吃了东西再走。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就不打扰了。我们现在就走，过两天再来接你。成。 祁同寨的兄弟们来了，说要接你要去祁同寨住两天。娘答应了，说过两天就走。哦，麦香，你听姐的话，这两天你千万别离开方姨，她让你干什么事儿你都别离开她，千万记住了。你赶紧回吧。 东王他娘咋说？我在他那儿，坐了小半天儿，开始还想劝他想开点儿，宽慰的话说了一大堆，结果呢，他倒宽慰起我的心了。说啥了？啊，他说，让我放心，他不会寻短见，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哦，到了说了一堆你们俩那乱七八糟的旧事儿。 他到底说啥了？哦，他说潼关他不想待了，说镇东那边刀客兄弟要接他去祁同寨。他答应了。他说他这两天，收拾收拾，静静心就过去。坏事儿，坏事儿了，赶紧给我走，咋了？哎哎，咋了？ 娘就是心口疼，你去叫一下杜达达。哎，哎呀，你们来的正好。啊，娘说她心里堵得慌，让我去找杜伯伯呢。 坏事儿了，快走！冬娃，娘跟着你来了。娘！哎呦！哎，快快！哎呦！英子。
你来了就怕码头占了，这码头是商会的，我现在又是商会的会长，我这营生做不下去了，你说跟我有关系没关系？鬼子是个啥东西？我想知道这日本人到底到咱家来干啥来了？那我们老百姓也不能看着，对吧？ 我也不能光看着，光听着，我得干点啥。我也可以打仗啊！我见过血，哎，我杀过人，这你知道？自从你东哥那天晚上回来， 就把我逼得给没辙了，才打得过了黄河。他一走，我就想，这人要活着回来，我是没指望了。前些日子我就想跟他走，可就是不死心，我又想， 万一呢？万一他要是杀了鬼子，也报了仇，还真活着回来了。他要是回来了，看我走了，那还不冤死？我怕冬娃冤的慌，就等着 盼星星盼月，没消息就好了。今天子清跟蓝云一进来，我就明白了，初一是躲过去了，那十五还得来。 娘，我可走的那天，我背着你去找蓝云姐，你不生我气吧？要来的挡也挡不住，子清不是把他都给关起来了吗？ 这不还是过了黄河？想听娘的话，是不是什么东西会激动宅急吗？就别老看着我了。娘，我可走的时候都跟我说过了。他跟你说啥？ 他说不管发生啥事儿，都要我看着你、守着你。说，他想咋就咋呗，还非把娘吊在耳梁上。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日子有啥过的？ 我也不知道该咋说，反正我是进了这个门儿，进来了，我就不打算出去。
这一双金耳，那真觉得对不住你。是连着一花花大闺女，硬是让我给大金耳，本来是成全你俩的，结果把你给搁在半道上。是我自愿的，我跟他从小在一同寨长大。 从小我就喜欢他，我不后悔。娘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这都啥时辰了，这么晚去合适吗？答说了，再晚都得过去。 怕姨再出点啥事儿，麦香一个人应付不了。嗯，让娘死吧，有啥可活的？那我就陪你一块儿死。你说，上吊跳河咋都成？别瞎说，我没有瞎说。你看我哥都不在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 麦香，麦香，娘又干了一件丢人的事儿，这全潼关的人都知道了。去开门去。 麦香，开门！来了。夏，凤姨咋样了？好多了。哎，姐，麻烦你们帮我看护娘，我出去一趟。哎，这么晚去哪儿啊？我去找杜伯伯问个事儿，马上回来啊。那你快点回来啊！啊，咱们进去吧。孩子，又咋了？娘没事儿，我子清哥和蓝玉姐在那守着呢。哦。 杜伯伯，万伯伯，麦香，那你这是？啊，是啊，咋了？我要嫁给镇东哥。这是为啥呀？我小的时候在别的村子见过，新郎官是个赶马车的。 结婚办事儿头几天，马惊了，把马褂撞死了。可三天后，新娘还是嫁给了他。也不知道咱潼关有没有这规矩。这事儿，我倒是听说过，可我没见过。这按风俗讲，这叫冥婚。可这冥婚。 都是为了用红事冲白事，让死去的人在阴间驱邪避鬼，早入天堂。你这要跟镇东结婚，这为的啥呀？孩子，别慌，这不成啊！为了能堂堂正正的走进方家的门，圆了我娘想给镇东哥找个好媳妇的梦，也能为我镇东哥驱邪避鬼。 哎呦，什么梦呀鬼呀的，那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孩子呀，冥婚这个事儿，咱不能做呀，八女子。孩子，不行，这不行啊！杜伯伯，万伯伯，我不知道该咋说，咋说才能把我心里想的这点事儿说清楚？可我心里边明白。 我只要能嫁给镇东哥，那我就是方家的人了，就是我娘的儿媳妇儿。那大家都是一家人了，他想轰我都轰不走，那我不就能一辈子守着他，哄他开心，让他又多了个家人，大家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过日子，那他不就不死了吗？
真的。 真的，真的。儿子，刚才你那番话，我们都听到了。白白答应你，在潼关一定给你办一场既红火又排场的大婚礼。 娘，老公，娘，老公。
哥几个，我迈香来看你们了。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死的冤。好在都回家了，兄弟们都在一块儿。可我振东哥，为了给你们报仇，也随你们去了。 到现在连个尸首都还没见着呢，你们啊，也就别抱怨他了。以后啊，每逢初一十五，我麦香就带东哥来给你们上坟，给你们带咱潼关最好吃的肉夹馍，好不？ 对了，我和你们东哥成亲了。那天啊，可热闹了，咱潼关城人山人海的，是咱七桐寨的兄弟们啊，帮我抬进方家的门。按规矩说，以后你们得叫我嫂子，小嫂子啊，不管，反正啊。 你就得叫我嫂子。今天啊，我想当着你们的面儿，跟你们老大喝杯交杯酒。东哥，听见我俊吗？我知道，你最喜欢我穿红色的衣服了。 从小，我就想当你的媳妇儿，现在终于成了，你就放心，家里以后交给我。 给你烧过去，来，把这杯交杯酒咱喝了，白头偕老。